我想说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想多了吧。昨天周小山的宿舍传来了女人的笑声，就那种哈哈哈哈，哎呦，那性感妩媚呀！该不会是周小山女朋友吧？哎，周小山有女朋友？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这个周小山平时看着闷声不响，结果把女朋友往宿舍带，昨天晚上啊，一定战况激烈。我好像真的把邱嘉欣当朋友了。你在害怕？嗯。茉莉，当你决定迈出脚步接触她的那一瞬间开始，就注定了这个结果。